如果有一天你在外面活动，当时烈日当空，气温非常高，你感觉到头晕，身上一点力气都用不上，这时你可能是中暑了，怎么办？我建议你立刻离开高温的地方，到通风阴凉的地方休息。可以的话，解开衣服或一些纽扣，也可以用湿毛巾擦全身，帮助降温。补充水分和盐分，喝一些含盐分的饮料和凉开水吧。如果在高温天气参加户外活动时，我建议最好穿浅色透气的衣服，同时准备防晒和最重要的是喝水。